丁宪同学，收拾一下东西，搬回来。啊？搬回来？不是，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！我可是经过了舅妈同意的。我不信她能同意、啊。哼，赶紧搬。你就别八卦了，利用这个时间，你还不如多做两道题呢。快换回去。哇。这就是你说的送我的礼物。那你为什么想让我做回来呀？方便讲题啊。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哦，方便讲题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你都行。你干嘛老说我傻呀？我的整个高中生涯是跟你做同桌开始的，当然结束的时候也得是跟你做同桌，不然得有多遗憾。想到你已经踏进华清的校门，而我还在江陵室外徘徊。同桌，你那么厉害，有没有什么提高成绩的捷径呀？啊？想耍小聪明啊？啊？不过我确实是有一个方法。这个是我给你做的高考倒计时的计划表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谁让你老是不省心呢？不省心。加油！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